它这个是日本宝可梦公司啊，在电影《名侦探皮卡丘》上映的时候推出来的纪念商品。它这个系列其实有出很多，像是那个手机壳啊，还有一些文具有的没有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它这个是比较像是吊饰类的，它的大小大概是这样子，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可以一下。这电影上映的时候合作，我这一款还挺热门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好像是刚好运气好，最后买到了。然后我大概隔天再去看，它已经全部都卖完了。那我这个是在 Seven Eleven 的线上商城买到的，因为在他们官网上已经很早之前就卖完了。我后面这个可以拍一下，它这个玩具其实也算是挺好，它有 ST 认证。它比较特别的，最特别就是这个小帽子啊，可爱的小帽子。名侦探皮卡丘。它还跟其他系列皮卡丘不一样，就是它这个作品其实毛比较多，可以特写一下它身上的毛。一般的毛多。一般的，对，一般其实感觉一般，它没有这么毛茸茸的感觉的样子，就是跟。比较还原电影那样子，这个大小差不多一个手掌。对，大概，拿支笔来叫一下哦，大概是一支笔的大小长度。可以做，就是它平常它设计做成吊饰，它这边有一条，可以可能挂在背包或者挂在哪个地方，它是还挺可爱的。然后这时候买，这我记得买好像是1700多日币，大概接近500块台币左右。但有点小贵，可是它做的其实还挺好的，而且很可爱，蛮精致。对啊，蛮精致的。那目前官网宝可梦官网现在是已经卖完了，好像 Seven 我当时买的 Seven 商城现在已经卖完下架了，所以要找的话可能要去拍卖。亚马逊上好像也还有，